新娘就在我面前到你使不使除鞋就這樣穿真的嚇真人相你相真的紅磡萬國殯儀館行不行韓膠杯快吃東西先啊喂你覺得應該我靚啲佢靚啲先你覺得應該我夠曬嗰種設施囉好啦以者為大㗎嘛係咪設施係咪靚啲先設施係靚啲㗎大把錢洗㗎唔使捱世界先知㗎大把錢洗㗎呢個緊要喎我有聽我想問大家嚟自嗰邊，如果老公死咗，你會唔會好傷心啊？老公死咗，梗係開口好傷心啦。咁你會唔會同佢再冥多一次婚啊？啊，唔會啊。喂，呢個，喂 ，hello， 喂，唔好走住啊！如果你女朋友仔如果一個不幸身亡，咁你會唔會好傷心啊？放手啦，屌你！唔好講粗口啊，新年啊！好，我放你走算數，唔得，唔講得粗口嘅小朋友。喂，找到了方海月401你到了你到了你到了入去了我入去先哎你好啊我今天你这里行礼的我先摸好我来的啦我站埋一对喂喂站埋我老公还没开样啊我们方师傅哎 hello 啊来到这里我今天要拜红成亲啦哎喂但我想问一下什么冥婚先冥婚呢就是人和鬼结婚和鬼和鬼结婚就叫做冥婚啊人和人咁你咧就揾同佢個父母傾，咁咧人同鬼結婚咧就係話嗰個事主同佢身邊嘅伴侶生離死別，但係未結婚嘅，咁啊還死者一個心願，咁啊就叫做冥婚啦。啊呢個叫招魂靈，招魂靈啊，又或者叫追魂靈，追魂靈，係啊，追魂靈或者叫招魂靈，即係個魂魄唔知去咗邊，咁咪追佢咯，一個鈴鈴追佢，用個聲音追佢。呢份咩嚟噶？这份就是路票来的那些鬼魂呢就要凭这张文件过关的那这道符就是夫妻和合符就是说过关的时候连埋道符连埋道碟就是说批文都可以过这道符呢就是叫做开光引路符那呢是就是等那些土地啊帮我们去做事的咁呢份咧就係土地醫嚟嘅。呢個見到有啲時就八字啊。呢份係八解嚟嘅，即係話八無禁忌嘅意思啦，化哦好緊要呢個化災解難嘅。咁呢份咧就係結婚證書嚟嘅，嚇結婚證書。咁我哋到時咧就會將呢份證書咧就朗讀噶啦。呢個雞蛋大點樣用嘅咧？咁我咧就會用一支黑色嘅毛筆，就畫一個公仔，男嘅咧就畫個男啦。女的就是一個女的那呢、oh. 那我變動咒語那我將個靈力放下去那譬如那個人叫做林小文那樣那我就寫林小文三個名字但是寫的時候呢那我會用一種念力寫下去的那畫了眼耳口鼻和他的時辰八字畫了他五官那就是念了然後畫了下去的、mm. 那我們以前呢就小小的時候呢就要用生雞去點光的那不是以前興啊，咁而家咧就用朱砂代替啦。呢啲叫朱砂，咁你呢啲朱砂筆，咁你想唔想我示範以前點樣去咬只雞？梗要啦，要練習。我都未見過，準備只雞俾你，因為試下我係準備只雞俾你。師傅，準備只雞俾你。好。
不是非凡雞乃是玉皇面前抱曉雞，我今咬出靈雞血。好，跟住點樣嘅玉笛㗎？咪提天天崩，提地地裂。小妹妹手震喎。我手好頂㗎，搞掂。依家好痛。小心啲啊！憤怒了啊，真係。我陣間炸爆你啊！我老公啊，佢好嬲㗎，你小心啲佢。陣間我驚佢炸爆個壇。我老公咧就姓憤怒嘅。哦。係啦，憤怒。跟住咧，佢就叫做阿鳥。阿鳥。雀仔嗰個鳥哦，雀仔個鳥，我以為憤怒了個鳥。唔係，雀仔嗰個鳥。哇，好靚啊啲字。多謝多謝。咁麻煩你就打個手指模落去，印落去。咦？係啦。誒，你咧？我係冇手喎。你攞劈啦，攞劈啦。剔呢邊。我呢邊。係，冇錯。快啊！冇嬲住。綁住招魂翻嚟先。呢個是咩咩祖先翻？係你老公翻嚟嘅。係啊，翻來咯。哇，佢翻嚟就好大鑊噶喎，爆炸個屋企。心裡面諗住自己願望，憤怒了。哦。唔係憤怒了，我要發達。憤怒了，我要發達。點解無端端憤怒了，我要發達嘅？你問我叫我啊，我願望啊嘛，跟住我咪話我要發達，跟住佢話憤怒了，我要發達。即係窮得滯喎，憤怒了。我咁開始咯。伏以一爐寶香，以安乾坤，三通八街，四可遙聞，五念山遙水遠，六定六甲威靈，七夕爐內起祥雲，得夢到座請座位。千零零地零零和合祖師在天庭，有求必應指中出，顯威靈。辛卯年和合婚姻法事祈福大法表文。伏以吉日良辰，善女鬼强。生不能共枕，死则同苦。此生此世，神明作证。现将资料禀告如下：善女鬼强，百拜奉新吉。杯，咁咧要掟聖杯嘅話咧，就係、是、一正一反，一正一反咧就等於佢哋翻嚟，咁樣啊，就係咧仲未翻到嚟，咁樣咧就要掟多一次，咁你咧就諗住啊，憤怒了，憤怒了，嗌住佢可以，憤怒了，憤怒了，你翻嚟未？憤怒了，憤怒了，嗌幾多次啊？係七次。系七次啊！憤怒了，憤怒了，你翻嚟啦！憤怒了，憤怒英文得唔得噶？得。哦，冇問題。Angry bird, angry bird, come back, come back！ 你回來了嗎？你回來了嗎？千根聖教，萬古分明。翻咗嚟啦！翻咗嚟啦！翻嚟啦 ！O 唔 OK 啊？翻啊！佢真係翻咗嚟啊！真係好憤怒啊！你結婚都結到咁燥嘅？你可以揾一個人可以陪住佢拜神。有啲伴郎。伴郎，咁你哋先拜天地神明，拜啦，一拜，再拜，三拜，夫妻交拜，夫妻交拜，咁交拜啫咩？你唔使喐噶，佢喐噶咋？交拜完跟住咧？交拜之後，跟住去洞房噶啦，跟住洞房，你睇下，合緊交杯，合緊交杯。我飛到後面喎，走，係啊，冇問題。二三，好，走咗。嗱，而家咧一份碟文，
同埋所有嘅八達通咧喺曬度噶啦。係。咁你咧就同埋憤怒鳥一齊咧，就係、是、許一個心願。譬如天長地久、白頭到老，咁你就可以許個心願，然後燒咗份電文去就得噶啦。嗯，好。好誠心啲喎、哦。好，嗯。一叩手，再叩手，三叩手，好禮成。喂，師傅。係。我到咗房先得唔得？快啲去啦！喂喂，嚟啊嚟啊嚟啊！小姐小姐你好啊！喂，如果一個大家嚟自你男朋友今日過咗身啊，咁你會點啊？我送佢一程咯。送佢一程，即係加多腳俾佢嘅，真係嘛？你會唔會同佢今日冥婚啊？唔會，唔會啊？點解咧？因為咁，不如向前望啦，嫁我第二個啦。小姐你好啊，我哋中央櫃台拍嘢噶，你接受我哋訪問一陣啦。喂，如果我其實想問下你，今日大吉利是，今日中國情人節啊，你介唔介意講兩句説話啊？我、哦、唔好意思啊，唔該你。好、哦，唔該，我驚佢打我啊，我驚佢打我啊，妹。师傅，我同佢动完房啦，但系好一啲都唔好啊！点解？佢黐线噶，脾气又暴躁，佢仲要逼我整个咁嘅头，我要同佢离婚。你谂清楚未啊？谂清楚，我谂得好清楚。师傅，要办手续噶咯，手续方唔方便？简唔简单？快唔快捷？冇问题。嚟，走啊！天破开，地破开，神破开，鬼破开。破开愤怒了同鬼强两人，速速要破开，纵是相逢不相认，从今各自赶前程。破，咁你真系把梳，你心里面嘅愿望，离婚嘅愿望，咁跟住咧，用力咬牙切齿，咬断佢，好咁就得噶啦，咁就搞掂啦，系啦，方便，好。以后你走你嘅雀仔路，我走我嘅人间道。以后各不相欠，互不相干。哈！你哋系咪一 pair 定系呢度一 pair 定系三个一齐噶？我哋我去哋一 pair 三个一齐好热闹噶喎。系咯，三个好热闹。咁既然系咁样，即系大家嚟自问你一句啊！我想问，喂，今日中国情人节，如果不幸你嘅另一半裸身咁点办啊？裸身，由佢死咯。由佢死。咁啊，佢好彩啦。我揾到第二個，可以即刻連男揾佢哋。咁你行先一步，你好彩啲喎。我哋係今晚群，驚啊！大家嚟住，大家嚟住，我哋真係大家嚟住問下。好大家嚟住喎。係啊，先知先知。我要選擇冥婚啊！咁你哋如果真係不幸，係真係唔會啦，好彩啊！真係唔會。喂，咁佢大家嚟住嘅關係，所以我哋咧就封翻封利是俾你。係啊，三毫金嘅，大家帶嚟嘅啫，純粹係。真系好系啊，有啲意思啊！真系唔觉意咧，你开口仲话揾翻嚟，我有分享。大家系唔会噶，唔会噶，唔会噶，好，多谢晒，多谢。